据官方爆料，新春活动的2000点券由于太少，再追送2000点券共4000限时点券供玩家兑换，并正式公开限时商城与部分兑换奖励，让我们一起看下吧。首先就是甜心诱惑系列，除了炮手角色 M16 怦然心动，这把改模枪也是首次曝光。这个就是甜心诱惑系列点券兑换表。另外这里要说明一下， S36 传说皮是可以通过每周活动解锁的，如果没时间也可以用88点券直接兑换。接下来就是冰河世纪系列部分奖励，这个系列主要都是常用枪皮。接下来就是虎年稀有限定系列，看个人喜欢来兑换。最后是宝箱系列，但是官方还没有公开是哪几个宝箱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之前海报的爱本角色会不会出现在宝箱里。另外追加的2000限时点券从2月7号开始发放，前后合计4000限时点券供大家使用。点券的获得途径点这个加号就能查看，另外限时点券不够用也可以通过 CP 兑换。此次新春活动较长，所有限时点券在3月27号才会清空，玩家们可以领完限时点券再决定兑换喜欢的东西。